我相信啊，啊，就是在外观这条长条的，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比较看重，不同的那个就是自己的特色。因为，因为这个部分呢，我是说要负责，我们要在外观里头要注意。因为大家有很多人，你看他都是不同的，你像说老师这种状态，就对他的注意啊。这个话，你主动来约谈这个可能有些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这样话说，因为这个事情上在四个方面，在哪些方面，哪方面是个隐藏的呀？哪一些是个隐藏的？